賽場咧好高嘅啫，大概4至5米到。咁啊，賽員係需要用任何安全帶啦，或者安全繩噶。咁我哋喺場上面咧，會做幾個比較高難度嘅動作去完成一啲攀爬嘅路線。咁啊，喺呢個比賽裏面咧，我哋係會計算賽員咧完成到最多嘅路線。又用最少的次數就為之分數最高，又就為之勝出的。咁而家賽場上面的一號路線就是香港的選手朱家偉。如果剛剛有留低到喺度睇呢個女子中級組嘅總決賽嘅朋友咧，你可能都會發現啊，男子組同女子組嘅嗰個攀爬方式係會有多少唔同噶。你會發覺女士們咧，因為唔係咁多力量啊，咁所以咧佢哋係比較多身體嘅協調啦，佢用啲平衡嘅動作去進行攀爬噶。你會發覺男子組進行嘅時候咧，會比較多用到力量型啊，可能會有好多跳出嘅動作啊，或者啲比較誇張嘅大動作。咁所以欣賞男女子組嘅武術比賽時候咧，其實你會睇到一啲唔同嘅玩法㗎。